开开我的，开开录制。哎，怎么人都没了？人去哪儿了？都不见啊！人呢？我的卡拉克呢？博德之苦公报，看看报纸。为了看张报纸，为了看张报纸，哇哇，你不是别拧了你？下楼，楼下是敌人。楼下的那边是敌人吗？你别扭了，我怕。潜行，记得潜行。OK OK。精卫打手尼格克。嗯，尼罗克感觉不如尼罗厄。我的妈耶！哎，你出他！入侵者，你说对了，就是入侵者啊！入侵你的。哎，亲亲你，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的精卫炮手，这精卫又是谁的人？燕泉精卫黑手的一个，我就笑完了一样，打了盾上去，笑我。哎，这他妈要是神界原罪，直接从箱子上就蹦过去了，我的。确实。我直接冲到你脸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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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非装着你那个逼火把呀，我的亲哥！咒一下！反正受惊了，还有一回合的输出机会。这里狗日的一大截，啊哈！开门红，啊哈！啊哈！享受？为什么呢？我不理解。抽象，我这评价是司马色。太摇人了，你是不知道摇谁呢，妹妹？不是祭完了吗？人，哎呦我的妈！自己掉了三滴血，你无敌了呀！我操，还真打中
先碰一拳，再碰一拳。人怎么飞了？我他妈打着打着，那你也飞吧！你要飞，你要飞，你要飞，你要飞。哎，你听这些不用法术，为了戏法，是命中率真他妈低。你要飞，你要飞，你要飞得更高。你要飞，你要飞，生死拉倒。哎呀，叫的真烦人啊！感觉不如食尸鬼。这不中了吗？不，他只是问我要不要出行的事。他那给劈了是吧？地库喽。嗯，那些陷阱没触发吗？没有。你在地库里吗？对啊。OK。保险库访客记录都有谁呀、啊？药虚先生，不认识。放大定。Refrain from entering until a staff member has opened the way for you. This 法阵挺有意思。法阵有什么意思呢？走过去就知道了。你把我击毙。不会。走过去看看吧。Highest security clearance only. Please refrain from entering until a staff member has opened the. 这门口这个密码是怎么解的？啊，暴力破解的。哦，懂了。穷举是吧？一二三四。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不就往回折月吗？这有什么有意思的？哦，之前没有这种法阵啊。之前怎么没有？你没玩过三位一体四吗？就挺有意思的呀，这法阵确实挺有意思的。那你觉得没意思？那我以为有什么比较更整蛊的效果呢？没有，这只是单纯往回折页。我在这里开这些门的时候，他妈的用了老子他妈一万个传迷踪步卷轴，操！跳不过去。卡拉克怎么就跳进去了？这保险库怎么不能开？啊，对，这里边东西我几乎都没动，我只是开了门，但是东西几乎都没动。
钻石，因为没啥必要。我记得我就捡了一个箱子里的东西，还是俩，我记得应该捡了一个。那这东西怎么破解呢？提问，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迷踪步迷进来的，我挨个迷的。这么迷，一定特别喜欢玩迷托邦吧？不，我喜欢玩迷你世界。哇，真吓人！怎么他妈的有人在自己家的保险库箱子里勾巴塞那个什么呀？我的，我迷你世界十年老粉，那无敌了呀！比火盆子拆不了，我感觉里边，哎呀。应该是每一个我都敲通，那你不是很多东西我都没拿，没必要，全是钱，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你要是已经看过了，那就算了。你都是钱，那还拿来干什么？那还需要吗？没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去啊！有比较特殊的几个柜子，有一个柜子里边是卷轴，我给拿了。还有一个柜子里边是酒，我给放在那儿了。还有一个柜子里边是一些画，我也没拿。嗯，剩下的都是一些宝石啊、兵器啊、钱啊之类的。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装备。那个兵器库里边也都是蓝装，有标用没有？普通加二。对，普通加二。普通很朴素，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了。进呗。很好。你把乌斯尔拉过来，我都把他忘了，你等一会儿。It's still moving. Hush your fussing. Nine fingers had this one made especially. Hello, Marvel. We'll barely slow it down. But the stories. Stories.Tall tales and big names, lad. Don't let them fool you. Elminster the Archmage, Drist the Drow Exile. Kuro's have power, aye. But not half so much as we do. 你又绑架了什么东西？ A little coin into the right purse. A soft word in the right ear. It's not glory that spins these planes, lad. It's gold.谁？不是您这样出，我，你烟都塞哪儿去了？我操，这是个什么？这好像是哈尔辛吧？不是、哦，二代那个主角，那个老光头，我操！是吗？是。你还玩过二代？咱不是当时玩过吗？我不知道他是石头领主。If there is one thing Minskates more than beasts with bad breath, it is those who are tricksome with the truth and turnips.But you are no. 卡拉克在后边看着他，幕后黑手。In your final moments. 等会儿，你先别选。我先进了。咱们都先进去，别他妈待会儿进去，你妈战斗还他妈浪费一轮。这个人我记得是二代封面上那个角色，他是什么来着？我想想。他是二代的那个巴尔神选好像还是什么东西，我的他是二代击毙巴尔的人，反正我记得特别清楚，反正印象很深刻。二代里有这么一个战士还是野蛮人的一个预设，就是他这个别头像。咱二代不是一共玩了他妈一个小时啊、嗯、对，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就当时预设的时候野蛮人就有他。我走进去。乌斯尔进来了吗？进来了。我是走进去还是怎么着？
都行，看你。我在这看着。贾谢拉不是古巴死了吗？贾谢拉。如此。Nine fingers set a poor trap, little banker. Let the absolute's faithful show you how it is done. Now come, Stone Lord. We have the gold, and the absolute has need of it elsewhere. As you say, Jahira.为什么那段剧情没有了？怎么哪一段？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这边后边我自己还说了一句话，说那帮子混蛋不光占据了贾希拉的身体，还占据了他朋友的身体，真是傻逼，真是一帮混蛋。所以说当时你如果说那个是二代人物的话，那贾希拉可能也是二代的。对，贾希拉、明斯克还有一个人也是二代，他三个是二代的传奇人物，他三个在二代把巴尔的神选还是巴尔给击毙了一次，从巴达之内。贾希拉到三代这么拉胯？不知道，要么就是好像巴尔那个明斯克好像是二代的那个巴尔神选，他自己反抗，就是他是那个邪念的那个什么。你得先动动，兄弟出不去了。我咋动啊？屁股树。你看回合呀。我操！动不了一点。那兄弟直接蹦。17点生命值，我他妈我这个反应能免疫吗？我是给他妈蹦开就直接歪地上了，就到地儿。有可能。首先是这几兄弟身上直接套着屁股树，无法打呀，干不了。然后还有谁？这精卫竟然是黄的吗？不可撼动三，那我他妈能打谁呢？我是，我刀啊！不是屁股，你那个不可撼动，一个精连击就没了。但是我得跳出去啊，跳出去，跳出去好，跳出去，念念经，念念你的。牛的，懒惰，我就可以走了。就我现在，我这个五层锤完了，所有人锤完了，我就可以撤了。不对，我撤的不够远。对了，错了。忘了回营地给他补血了。我给谁补血了？对，咱是长修完过来的。长修完了回来的。啊，那就无所谓。巴尔的死亡。哎呀，去。你隐形你妈呢？你在我面前隐形是吧？突然在我面前隐形，你怎么那么牛逼呢？
这不是个啥卵吗？脚底下带着个圈，然后自己给自己上个隐秘。他隐秘还成功了，这哥们儿隐秘都没成功，他隐秘竟然成功。我先动了。哎呀，我先动，怎么打的？都活了。哎，只打了俩，有点亏，但是没办法，用了。这里怎么还有个人？巴尔之奇穿着内衣就出来了，我的。看看这姐们儿，还真是。我这头发，我操，这头发，我操，好。怎么了？他头发好蓬松啊。哦，那个朋克头。我打谁呢？指他呗，你就能指着他吧。打不到，打不到他。嗯。哎呀，我老给的这眼还真挺好用。庇护术，确实，都忘了还有这个人存在。哎，也不往他妈的那个逼人叫什么来，在你那个眼上奔走抚具的，哎，整骨一痛啊！马罗，啊，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实在不行你跳下去给他们来个 Super Hero Landing。然后把自己摔的失能，直接往地上一躺，是吧？堵一下！我操，好堵！打了19+2+6，19+8打了27，13+2+5=20。哎呀，青弩的这个射程就不够看了，操！哎，不动了，结束了，有点看着。嗯，弟呀，你有病啊！哇哇哇！哎呦，你有病啊，我的哥！哎，我本来想着，你要么把他砸死，你要么过来把他砸死，然后呢？你他妈的好眼，兄弟，好眼！哎呀，好眼！别提了呀！看了。我操！别人别死了一会儿，他也阻塞了，哎，没事，他也不是啥好人。我只想看他有什么故事，然后亲手击毙他。可以的。
你也会谋杀灵光。嗯，我干啥呢？我能干啥呢？感觉自己也干不了啥，没啥可干。哎，拿那个不用不用拿光费动作的底儿甩甩算。这是怎么甩死的？19、12。然后带了个开放伤口和那个什么，应该是带了个开放伤口加那个闪电充能。哦，好，好吧，隐形可以。已经要挂了。我能再判他一次吗？看不到了是吧？简单抱一下，虽然说抱不到。抱到了！啊！他有庇护术的情况下，我打着他血了，是为什么呀？啊？为什么？我不理解啊。应该是判定你打在地上了，箭射着他了吧？你随便吧。你无敌了。你们信巴尔的，不愧都是一路货色，我的。哎呀，别鸡巴朦胧了！你一共蹦出去有3米吗？你还往回折1米？你神经病啊你！非得缓慢，当鸵鸟，缓慢说放完当鸵鸟。我操，这不是我最爱的卡卡环节吗？啊！哎呀，不是凶啊！你去厕所，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逼耳机摘了呀？这里边还有几个保险库，不过都得用敲击术。6个敲击术啊，不对，8个敲击术，我操！哎，不对，我他妈背后有个人，我日！我这傻逼都忘了，操！这下电脑打滑了。这下我是电脑了。然后再藏起来。哎，不藏了吗？你还真别说，这金卫跟他单挑看来还真打不过他。他们都躲得好远，我只能到这儿来打他了。
病啊？你那边不是有人吗？哦，躲在那后边了，是吧？达达米的达达利亚。大失败。喂，喂，乌舍尔。Shouldn't have made me your enemy。你把麦关了吗？